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小仙女，你一定会发现拥有标准唇型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，就连明星也不例外。例如带火了微笑唇的 Angelababy， 引领了元后唇风潮电星之类，他们的唇型也都有硬伤。一 Angelababy 唇型问题，下唇过厚，唇厚的女生要尽量避免使用颜色深的唇膏，所以你会发现 Angelababy 经常都是稀有色、豆沙色等这类饱和度较低的唇色。厚嘴唇怎么消失？第一步，使用遮瑕膏涂抹于唇线周围，模糊原有的唇线。第二步，用唇线笔或者用唇刷沿原有的唇线内勾勒出一条内唇线。第三步，勾勒好内唇线后填充唇色即可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填充好唇型后要用唇刷晕染模糊唇线，让唇妆妆效更加自然。二、心之类唇型问题，唇角比较钝，心之类是属于典型的圆厚唇，这种唇型不仅嘴唇较厚，而且唇角也比较钝，看上去很紧凑，化妆时如果稍不注意就会变成香肠嘴。对于这类唇型，修饰方法通常是画出嘴角，拉长唇型，使唇型长宽比例达到均衡的效果。修饰方法一，画出嘴角，用唇线笔或者是唇刷勾勒出唇峰，然后沿着唇峰向下，在原有的唇角外侧画出一个嘴角的样子，然后连接到下唇线，填充好唇型，就能够打造出一个饱满性感的唇妆了。三、角心唇型问题，嘴唇比较薄，角心它的上嘴唇比较薄，会让人觉得上嘴唇好像没有了一样。如果你只是上嘴唇比较薄，那么在化妆时只需要对上嘴唇进行修饰，用唇膏笔或者唇刷沿着上嘴唇原有的唇线外侧勾勒出唇形，将整个唇妆填充完整即可。高圆圆唇型问题，嘴角下垂，高圆的嘴角有一点点微微的下垂，这样的唇形因为嘴角呈向下的走向，稍不注意就会让人觉得你是在生气。下唇型，在描画唇线时，上唇的唇角可略微上翘，下唇的宽度应超出上唇，因此达到提升嘴角的效果。